哈喽各位粉丝兄弟，你们好呀！还记得昨天鉴定的那个假的预告截图吗？刚才看到他的同人作品已经发布了，现在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同人作品，但是他的作者是 Spiderman， 是一位预测非常准的博主。也许在他的同人作品的评论里，你们能够获得一些启发，提前猜测到大福克的正片的某个可能。不过在正式分享之前，我们还是来完成点赞和订阅的任务。万一这次分享让魅影叔叔有了新的灵感，那么点赞和订阅就能保证你能看到下一期的影片。所以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完成任务，就要开始了。开局我们看到了1056监控人部队进入到马桶山基地里，但是和正片中的不一样，不仅人不一样，地图都完全不一样。这里镇守的是一群毫无威胁的最普通的马桶人，和之前正片当中无双战士小队一开始遇到的马桶人实力相同。其实说的不太准确，他们这边有一个大摄像人拿着新的武器，威力很强大，可以直接击杀一个中小型马桶人，这一点比无双战神小队要强不少。1056监控人拿出了武器，我在预告截图中还以为这是一把刀，是我猜错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彩蛋，枪身上有一个博主的 logo， 之前的同人作品中也出现过这个动漫人物。这次的同人制作非常的细致，人物虽然众多，但是都做了动作，而不是讨巧的控制1056监控人的视角，减少工作量。不过我发现还少了一个五头电视人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有监控人超前去到大门控制器处进行解锁，但是解锁难度很高，还是其他原因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五头电视人传送出现了。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，五头电视人的其他四个头竟然是音箱模型。我们在正片当中只看到了五头电视人的背面，但是它有放射屏幕光的镜头，卫星好像真的没有发光的样子，所以这里被改成了音箱真的是很细节。稍微多等了一会，大门控制器终于解锁成功，但是开门后就看见三个中小型马桶人已经蹲守在这里，不过大门没有完全打开，他们无法移动出来，而监控人可以飞进去。这里可以看到大摄像人的新武器的攻击效果，原来是一颗小型的能量炮。这里还需要修正上一期预告截图的分析，这边确实是渲染的问题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变色，导致分析出错，其他分析可都是对的，所以大家别骂我哟。这一场战斗结束得很快，主要是监控人抓住了这几个马桶人的弱点，没有远程攻击还不会飞，所以他们直接拉开了挡，轻松的就将他们全部消灭了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这边同人作者还是很注意细节的，在对付光面马桶人时直接用能量炮轰击，但是对付携带腐蚀酸液的马桶人则是使用了冲水。紧接着1056监控人看向了五头电视人，他又一次落后众人，没有任何表现，还说了一句台词快一点，搞得好像他做了很多事一样。当看到两个吊车尾的监控人在大门上秀恩爱的时候，魅影叔叔就知道要出事了。果然一个人形马桶人冲了出来，对着他们俩左一下右一下，非常干净利落。这个人形马桶人有点像是正片里那个干掉大摄像人的人形马桶人，你们看一下这个体型比例对比，是不是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形马桶人跟大摄像人差不多大。算算时间，好像也该回到马桶山基地了。又是一次致敬正片，果然就是按照正片第66集里的剧情进行完整，甚至这边还给大摄像人多加了一些戏，让他有一种没能亲手报仇的愤怒和无力。你们看他的动作都气得抖了起来。不过本 part 到这里也快要结束了，1056监控人小队还是要继续前进的。然后结尾这个地方似乎是在致敬时钟宇宙第几集来着，就是那个女钻头人出场打杀手杰夫哪一集，你们记得具体的集数吗？留下这个任务给你们吧。最后我想点评一下，本集在制作上是无可挑剔的，但是在剧情上绝不疯狂，没有可以启发魅影叔叔的点，很遗憾，但它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同人作品，你们认为呢？